吃不停。你们抢票还可以吗？抢不掉。过潮的举手，丝滑的举手。啊，听不懂哈、哦，过潮就是。大陆巡回 Let's Dance 玩，关心粉丝抢票丝滑还是卧槽？你说你说摇滚教父伍佰11月起在大陆巡回，但他演唱会可是出了名的不唱歌，被网友封为指挥家。你说你三次，要你们唱，副歌也是你们唱，副歌我帮你们合音。太多被粉丝训斥。上班了，不要聊天了。不要拿网络的东西来这边印证。你看他擦汗了，你看他喝水了，你看他指挥了。近期最近的一场也是正常发挥，演唱经典曲 Let's Dance， 更是在网上被疯传真的 Let's Dance 了。指挥家累了，也不忘和粉丝聊聊天。你们抢票还可以吗？抢不掉。过潮的举手，丝滑的举手。嗯，啊，听不懂哈、哦，过潮就是。不论是1280，或者380，或者是黄牛，我都喜欢。我知道你们爱我的心都是一样的。伍佰，演唱会不要聊天。